粉三水一，或者是粉二三比一或二比一这个比例。过嘞，调完之后嘞，在30分钟之内，在它还没硬化的时候，你马上要吃口花，最好刷两道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面。这一堆呢，其实不是夜市大拍卖，而是家家户户都有可能发生最恼人的什么壁癌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 DIY 壁癌如何处理。首要就是说，这个水分是从哪边来的，一定要抓出来。那没有抓出来的话，你处理一些壁癌的表面都是没用的。那以这一面墙壁来说的话，它的上面我也检查过了，它并没有水管。那里面的部分呢，它是浴室，所以里面的防水防护层我已经都做好了。或许有些墙面它外面就是下雨会淋得到的地方，因为地震或者是其他因素就是导致有裂痕，水灌进来。那以这一面墙壁来说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处理壁癌。首先呢，第一个你要有一些手套，再来口罩、刮刀。有些人会用护目镜，那因为我有戴眼镜，所以我就不用护目镜了。这些装备刚开始就是要把凸出来这些白化现象，这些墙面把它很彻底的把它弄掉，要弄得干干净净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这些。忘了说，最好戴个帽子，因为你的头发会弄到粉尘。地上要铺一些报纸，或者你的地上会弄得很脏乱。从这边开始。这个呢，有没有看到很多霉菌？大部分的壁癌都被去除掉，那细部的部分呢，没办法，过来又增加了这个用力的话，要够，一定要去除到底。如果中心点是壁癌的话，尽量再破出去一点，就是要把油漆面倒开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后面比较不会扩散。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经过了7749天，终于已经把表面都已经给它爆除掉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用砂纸再把它壁膜的部分呢，再把它抹干净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漂白水，可消灭99%的细菌。这个漂白水呢，就还蛮好用的。那有些厂商呢，他们有专用的杀菌剂，我有查询过，我们用这个漂白水就可以达到相同的功效。一个空的盒子把它切开就可以了，这是一般的保特瓶。上完我们的漂白水之后呢，一定要等它全干，全干之后我们才来做下一步的动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上一道壁癌防水渗透结晶粉，那这个有很多厂牌，一般像是家庭经常都买得到。上这一层呢，最主要我们可以跟这个水泥混凝土的部分做一个结合，先上这一道。那主要等一下墙要打湿，然后嘞，这壁癌防水渗透结晶粉，粉三水一或者是粉二水一，三比一或二比一这个比例。过嘞调完之后嘞，在30分钟之内，在它还没硬化的时候，你马上要吃口花，最好刷两道，一道等它还48小时之内，墙面还没干的时候，赶快再刷第二道。在这一层真的完全干燥之后，我们下一道呢，就是要来漆这种防壁癌漆透明的，或者是说透明防水胶。市面上有非常多种，可以选择一种来试做。在墙面干完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的一道程序就是用这个壁癌粉。它最主要的这个壁癌粉的使用方式，就跟我们 P 图是一样，要加些许少量的水，你用 P 图的方式。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要上 P 图，一般油漆行啊、五金行、五金百货都买得到，对不对？它有一包的跟整瓶的。那你在 P 图的时候呢，一定也要多买这种刮刀，再找一片硬的东西，就像类似这种木片，这是比较大片一点，可以小片一点，把它挤在上面，刮刀下去把它弄起来，顺顺的把它劈上去。等它硬的时候，我们再磨平一点，上油漆会比较平顺一点。在劈图的过程当中，你也可以加进去一些白胶，
就是我们书局常看的那种白胶。那 P 图的附着在墙壁上的粘着度会更好。到 P 图完差不多一天之后，等它全部真的干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要用比较细致的砂纸来磨。那一般砂纸的话，有分这一种跟这种太花布。那磨 P 图的话，尽量用比较细致的一点就可以了。砂纸它有分很多种，有些从粗的一直到比较细的，那你可以自己选择。那一般在我们磨 P 图的时候，因为地板会干，所以要铺比较薄。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砂轮洗面。那各位如果做到这边的话，就可以做得很快来哦。只要把油漆刷2到3次，2到3次就可以了。油漆刷我也建议各位，就是可以买好一点，因为有些那种进口油漆刷很便宜，可是也常会掉嘛，变成你的墙壁上会有很多油漆刷的毛粘在上面。那稍微买比较好一点点就可以。终于完工了，噔噔！这个施工过程也差不多有4-5天的时间。那记得哦，我自己的经验是，你不要急，那等它干再上另外一道。那不要说急着施工，把它缩短到1-2天，那这样效果会大打折扣。以上这些方法是阿敏我自己的经验。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，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